有印刷，非常好，好原始嘅話。
俾個營商佢啲錢喺邊度啊？咁唔通我一個温馨仔仔賣嘢可以養用起曬所有嘅嘢 ？James 話要喺香港搞私營博物館好難，一嚟缺乏資金同空間，二嚟即使佢哋想正式申請做私營博物館，而家都冇清晰嘅渠道同政策，佢話只能夠繼續用呢一個模式做落去。呢個係我畢生嘅夢想，因為每一個音樂愛好者應該佢都有嗰個資格去聽。即係我喜歡古典藝術，我買唔起啫，我都可以去畫睇下大沙震撼翻啦。係一個人生嘅經歷嚟噶嘛。希望呢啲寶物可以長命傳落。香港現在沒有私營博物館的官方統計數字，但是根據一份立法會有關私營博物館支援措施的研究文件，在2019年保守估計，全港有超過35間私營博物館，與37間公營博物館的數字差不多。文件指出，最近幾十年私營博物館在全球發展得很快，